thank you 同学大家好，这学期我们生命教育的课程上课的方式呢，老师先介绍一下。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当然是以课程的摘要，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是以生命瞭望台的方式来进行。那希望借着这个比较活泼的方式，能够让同学呢真正体会到生命教育的意义，同时呢能够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 包含了我们的前言、单元目标以及寿命知多少。好，那我们今天在前言的部分呢，要跟同学介绍几个知名的案例，其中一个是大家一定知道知名的艺人李敏然，那以及呢韩国一个艺人李恩珠，以及我们很出名一个师大的教授。 那这个教授呢，他的小孩过世之后，他特别的难过，难过到他去自杀。所以这些都是让人家觉得很遗憾，也非常心疼的事情。所以老师用这个前言呢，这个案例让大家能够去深思，为什么我们遇到一个挫折之后，我们要选择自杀这一条路，是不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我们这一门课程一个重要的内涵。 那我，呃，其实啊，生命啊，以及自杀都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比方说，以自杀来说，我们都是认为说，啊，这个他因为这个挫折造成他一时无法接受。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关键的是什么？是人的希望。我们人活着，比方说像啊，师、呃、大教授李天佑，他选择自杀。 他的希望难道真的只有在他孩子一个人身上吗？应该不是。那为什么会让他过分集中在这个孩子？因此，孩子一旦过世，他就没办法接受，他选择自杀。这就是我们说自杀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历程。那我们也会在以后的课程当中跟同学来介绍。那刚刚所介绍都是一些让人家比较心疼的事。嗯、呃，老师自己有亲自看到。 呃，也是一个艺人赵学煌，他在车祸之后，呃，大家都认为他是没有办法再站起来。可是老师自己在荣民总医院亲自看到他，他从轮椅上自己练习。 想要站，可是站不起来，又跌坐下去。这样的我至少看到他二三十次，只是老师随便这样路过这样看到。可是呢，一阵子之后，我看到他慢慢站起来了。所以这是代表什么？代表其实生命是可以经由人的意志、决心、关怀。 带给这个人希望，那我们就不会选择自杀或者放弃这一条路。所以这是前言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同学介绍的是我们的单元目标。那我们单元目标呢，希望在这一讲里面，让同学能够了解到生命的意义，其次呢，能够了解理念的意义跟内涵。 以及呢，说出四种计算寿命的方式。那最后呢，当然希望同学能够体会生命教育理念的真谛。那这是我们这一个单元第一讲跟第二讲是其实是联系的这个单元目标。接下来呢，跟介绍同学介绍就是我们怎么样计算寿命。 相信大家都很有兴趣，所以老师用了几个不同的学者他们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呃，也并不见得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因为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老师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呃，我们在电线杆上看到有四只麻雀在那边，那这时候猎人打了一枪之后，同学想一想，电线杆上还有几只？ 有的人说哇，全没了，飞走了。那有的同学就会说，哎，还剩一只，为什么一只呢？他说那一只啊，因为他耳朵聋了，所以他听不到。那还有说四只全在，因为猎人呢技术太烂了，所以说根本就射歪了，没有影响。 那还有说呢？剩下两只为什么？一只被射死了，另外一只呢？他们两个是小夫妻，他舍不得对方，所以他陪在那边。所以有很多种都有可能，是不是百分之百一定的答案？没有。其实这也是生命，有没有百分之百一定生命该走哪一条路？其实是没有，完全看自己能不能掌握，能不能够重视自己的内涵。 同时关怀周围的人，让自己、让社会是有希望的。好，我们现在就正式介绍一下几个计算寿命的方式。好，第一个是美国的博尔，他在二零零六年他说呢，用男性八十六岁、女性八十九岁为基准来计算的这个方式。那这老师这边有做一个表格哈，大家可以看。首先呢，第一个是结婚。 对男生呢是加三岁，对女生呢没有加分，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难怪很多男生都要想结婚，女生现在都不大想结婚，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哈？好，第二个呢是压力过大啊，那无论男女压力过大。 都是让你减寿命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因素，所以啊，压力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老师自己有做过一呃博士的研究，是关于说这个压力跟我们呃心脏的一种血管心血管疾病的关系。那发现呢，很多的因素都会造成身体哈呃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可是呢，压力是最重要一个因素。换句话说，压力大的人他。 罹患心脏血管疾病的几率就大，那当然他的后遗症也会多。换句话说，这边就是说他寿命也会减少。那。 接下来就是说跟亲人长期的分离，那长期分离毕竟不是死亡，所以说哈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是减零点五分。那每天呢睡眠少于六个小时是减一岁哈。那这个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注意，前一阵子的新闻有讲到说每天睡眠哈以七小时为基准。 过于七小时跟少于七小时都容易造成一些疾病，比方超过七小时容易造成中风这些疾病，那不及七小时呢也会罹患一些心脏血管相关的疾病。换换句话说呢，睡眠的时间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过多跟不及都是很大的影响。那同学最近，大家我相信很多同学在网络上时间都花的相当的不少。那希望同学自己注意，因为我们常常一上网啊，比方说有同学如果玩线上游戏等等，可能一下子就几个小时过去，完全不知道。等到你看到啊，现在已经啊清晨三点了。 呃，老师自己其实也常常这样，只是我不是玩电脑游戏，老师是做事哈，做一做哈，这不晓得没注意，已经三点多了，那五点多要起来，呃，那干脆不要睡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健康的行为？当然不是。可是呢，老师也在这边愿意跟同学分享，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努力让自己不要出现这种状况。好，再下面就是工作负荷过大。 这也是会造成我们寿命哈减少的一个因素，也是会少对男女来说都会少一岁。呃，接下来是呃自认为生病或者老了啊。那在这边呢，我们呃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 我们自认为自己是生病或者老了，同学一定想，谁会这样认为？会有的。以老师自己来说，哎呦，常常有时候忘东忘西，就说，哎呀，完了，我已经老了。有没有？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事实上会让自己的斗志啊，各方面都降低。这时候就会造成我们寿命的影响。所以说，他们研究就发现说，自认为自己生病或者老了，也会造成你的寿命少一岁哦。 好，下面是每天吸烟十支就会少五岁，那四十支会少十五岁。同学可以看到，吸烟对人的寿命真的是相当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目前国内呢，也是《烟害防治法》，已经在所有的公开场合都不能都是禁烟。 啊，所以说吸烟组很多自己说自己很可怜，在外面啊，什么没有人权呐、啊。可是事实上想想，这个规定是好的，因为可以维护我们，让我们的寿命增加，对不对？我们常,常人要找很多补药来吃，那为什么？就是要让自己寿命延长。那政府立这烟害防治法虽然严格，但是能够让我们长寿又不花钱，因为吸烟也要花钱嘛，对好，所以是好，我们应该支持。 下面呢，每天喝一杯茶，有助于我们增加我们寿命零点五岁。所以说，老师不是在帮茶叶做广告，是事实上就是说，很多相关的研究都说茶是比咖啡是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内好像大家比较觉得，很多人是还是喜欢西化的生活，所以觉得喝咖啡是比较好。 那每天喝一杯含咖啡因的饮料会使我们自己减少零点五岁。那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喝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可是呢，呃，据有的人是人讲说没有咖啡因的就是没那个味道哈、啊，所以说他还是选择要让自己减少寿命。下面呢，每天喝三杯以上的含酒精的饮料，大家可以看到这比吸烟更严重。 这会少七岁，所以酒还是尽量少喝。呃，不刷牙也会造成我们少一岁。这不刷牙主要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没有刷牙会造成细菌感染，或者呢是因为我们牙齿就会不好蛀牙。那蛀牙呢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情绪。 或者要拔牙、做假牙等等，那很多后续的后遗症产生，所以间接造成寿命的影响。接下来是频繁的日光浴，这在呃西方社会比较常见，他们很喜欢在海滩晒得很黑哈，黝、哦、黑，他们觉得啊这是健康，可是如果过度的话，也容易造成皮肤癌，当然也容易造成寿命受影响。下面是肥胖。 那现在好像都在全民减肥运动哦、啊，认为说这个就是肥胖就是不好，可是其实哈、啊，我们应该真正了解到底什么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体重。 很多人都是像有的人，他明明是已经很瘦了，但是呢，他认为他主观认为我自己是很胖的，所以他就盲目的一直让自己瘦下去。那瘦的结果呢，自己整个身体内分泌系统的紊乱，最后甚至造成一个人的死亡，这都案例都是有的。所以说，真正的计算这种理想体重的，我们通常是用 BMI，叫做身体质量指数。 就是说，我们用身体的呃身高哈，跟我们的体重来相除，那得的这个基数，我们在以后的课程当中哈会略微也介绍。那 BMI 在我们国内跟西方社会是不太一样，照西方社会他们是比较高，差不多到二十四他们都认为说是可以接受的，可是我们国内比较建议在二十二上下是比较理想的。好。 再来是长期食用非全熟的食物，就有的人他非常喜欢说啊，生鱼片呐、啊，或者什么食物，他觉得蛋哈，就是都还是没有固体，都变流体的状态，他觉得这样是一个养生的方式。可是像这样研究也发现，也是哈，会让我们寿命减少很多的哈，会减少三岁。 常常食用垃圾食物，这主要就是大概说一些素食哈，像一些那个西方式的这种素食，或者东方这种素食，油炸食物等等哈，都是容易造成减减少寿命的方式哈。好，接下来是谈到每天甜食一次以上。 就是很有的人非常爱吃甜食，尤其我发现哦，是年龄大的人好像非比更爱吃甜食。那我们目前国内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非常重视呃饮食。那这饮食也不一定是健康饮食，而是精致的饮食。所以看到电视上很多的节目都是谈哪边好吃或者怎么做什么料理等等。 啊，像我今天早上还听到一些广播哈，就是介绍到呃，就是在台中说各种哈很小的那个餐厅，他们的个人去学了一些精致的甜点都做出来，那这样呢好像说大家可以去呃去进食，那这都是甜点，那事实上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哈。 好，每天运动三十分钟以上，大家注意啊、喔，这是正啊。换说，换句话说，这是延长寿命了。呃，老师要告诉同学啊，最有效的方式延长寿命、增加健康、让自己体重正常和理想体重，只有一个，就是运动啊。很多人都说我借着食物啊，借着什么呃控制饮食啊。 断食啊，等等，哈，其实最有效的是运动，因为运动是让身体的废物可以借着汗液、尿液排出啊，可以促进身体的呃那个肠道的蠕动。那我们这排泄正常，我们的代谢也正常，所以我们整个精神也会好，从而造成我们的寿命增加。这个增加是有品质的寿命增加，而不是只是延长生命。 好，长期不活动是会减少一岁的生命。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啊，没事，躺着最好，对不对？我就躺着看电视、吃东西、看书等等啊、哦。那事实上，或者说坐在电视、坐在电脑前面，前一阵子有个新闻，不是说有一个人他在网咖里面。 呃，大概这个上线还是什么不清楚，但是呢，被人家发现他死亡呢，已经很长的时间了，大概至少五个小时以上死亡。那这时候代表什么？就是说他的不活动，他年龄我记得是很轻，也不过四十出头，可是就造成一个人的死亡哈。所以不活动会造成我们寿命的缩短。 定期健康检查，这有助于延长我们的生命。像因为健康检查包括可以早期发现疾病，那同时呢，在健康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什么呃不太数据不太理想。 这时候医护人员会给我们一些相关的卫生教育的资料，也会提醒我们，或者我们因为检查的报告，我们看到里面有红字，就像成绩单一样有红字，我们就去注意了。注意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换言之呢，我们就能够增长自己的寿命。好，再来是血压比较高，这时候会少一岁。那血压高。 会少五岁，血压很高就会少十五岁。 所以说血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一个人健康跟寿命一个重要的因子。那什么叫做高很高？稍微有点高。我们正常的血压是成人是一百二十，是收缩压，舒张压是八十。所以我们常常常说一百二十 over 八十，就是说我们讲血压要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心脏收缩时的压力叫收缩压，一个是心脏舒。 张时的压力叫舒张压，所以老师刚刚所说的，一百二十 over 八十，就是收缩压是一百二十，舒张压是八十，这是一个成人大概一个合理的一个血压数值。那只要超过了一百三，收缩压到一百三，舒张压超过九十。 就代表你有高血压的倾向了，或者疑似高血压。换句话说，就是血压已经略高了，这已经是会减少你的寿命。那如果说我们真正就高跟很高，大概是差不多到一百六，以一百六十为基准，呃，舒张收缩压一百六，舒张压要九十以九十九以下。 那到一百以上，舒张压到一百就是很高。那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是不是会中风？刚刚有提到中风，常常就是看舒张压，只要一个人的舒张压超过一百，他的中风几率是很大的。那收缩压即便他到一百八，甚至两百。 他中风的几率不大，但是舒张压一旦超过一百，他中风的几率就大。所以血压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比方说我们一些肾脏方面的疾病、心脏方面的疾病。 都是哈，跟血压是有关系，所以老师也建议同学，其实家里可以买一个电子的血压计哈，随时在固定的时间量血压，那就是有助于自己早期的发现。那量血压当然要注意很多因素，比方最好的时候，你早上还没起床，躺在床上就量，那是最准的时刻哈。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好，下面介绍的就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那我们胆固醇分成有高密度胆固醇叫 HDL，跟低密度胆固醇 LDL。那这 HDL 其实是好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啊，胆固醇高不好。我们其实要看 HDL 跟 LDL 的数值。那这种呢，通常如果 LDL 数值高就不好，高会影响我们的寿命。我们可以看到图表上是说会减少两岁。 好，以上介绍的是美国博尔他对于说寿命计算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是用生物的生长周期来计算，比方说哺乳动物寿命的生长期的五到七倍就是它的寿命哈。好,好，下面这个表我们用几个不同的动物，包含人在内，呃，第一个是它的生长期，第二是它的寿命。第一个是猫。 猫的呃生长期是一点五年，那它的寿命五到七倍就是八到十年。那狗呢，一般生长期是两年，那寿命呢就是十到十五年。呃，牛是四年，换句话说，它的寿命可以活到差不多到三十岁哈。那马呢，它的生长期是五年，那它活的寿命是更长，可以到四十岁。那骆驼。 呃，更是长寿的哈，他可以到四，也是可以活到四十岁以上。 那我们人呢，生长期是二十到二十五岁，那生寿命呢可以差不多一百到一百七十五岁。所以很多人就说哇，那这个不准啊！我们现在人寿命活到百岁人瑞都是很少，不要忘了，我们本来可以活这么长，但是刚刚所说的，我们很多我们的压力、我们的工作负担、我们不运动哈、啊、我们的饮食等等，都会造成我们寿命减少。 好，第三个呢，跟大家介绍是美国的海尔福利，他在一九六一年，他对细胞分裂次数跟周期的相乘的乘积，认为就是自然的寿命。以人来说，分裂次数是五十，那它的周期呢是二点四年，所以人呢可以活一百二十岁。那鸡呢是分裂次数二十五。 它的呢周期呢是1.16年，所以呢鸡可以活29岁。那老鼠呢分裂次数是12，但是呢它的周期是0.25年，所以它大概可以活三年的时间。好。 这是跟大家介绍我们计算寿命的方式，呃，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是不是一定百分之百是正确的？其实有很多的周围的干扰因素存在，以及我们的环境。所以说，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有相关的研究，有这一些的一些相关的建议，我们就要去努力。好，我们下面进行另外一个单元——生命瞭望台。 生命瞭望台点燃一盏灯，照亮你我他。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武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马丽萍老师。今天呢是本学期生命瞭望台第一次的播出。未来我们将以生命教育的主题和同学们共同来探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天亮了，锲而不舍的故事》。是的。 人在一生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遇到高潮起伏。有人面对困境可以勇敢以对，有的却选择逃避，甚至以结束生命来面对生命中的困境。今天要和同学来介绍是由玛利亚文教基金会所拍的一部纪录片，片名是《天亮了》，介绍一个女孩及其家庭的故事。希望她的故事可以给电视机前的同学更多的勇气去面对人生不可承受之轻。 片名《天亮了》是女孩建议的，因为妈妈在女儿昏迷的期间，每天早上都这样子叫她，希望女儿能够被唤醒。虽然女儿说他们都说天亮了，但天真的亮了吗？她的名字叫庄富华，在纪录片中一点也看不出来她的人生苦难，她的脸上总是带着灿烂的笑容。二十五岁的富华，她不能行动，也不能说话。 但他最大的梦想是当作家。十五年来，妈妈是他与外界的翻译机。他所创作的诗文，都是借由头部的摆动及注音符号的辅具，并靠着妈妈一字字解码拼成的，如同是台湾版的海伦凯勒。是的，哦，看到发富华呢，他是因为后天的因素才造成他不能够行动以及说话，是吗？是。所以有、哦、我们来看一看富华他的一个。 状况哈，最主要是十岁的那一年，邻居的男孩，因为他一时的贪玩，造成火灾，结果他快乐的童年就此结束了。他因为吸入了过多的一氧化碳，在医院昏迷了将近四个月，才逐渐的恢复意识。在纪录片当中，富华的妈妈回忆当年的情况，他几乎都快放弃了。但皇天不负苦心人，富华终于恢复了一个嗯、呃、清醒。 那可是清醒之后，他的视力却什么丧失了，行动能力也没了，更失去了语言能力，他的四肢功能也退化了，像如厕啊、饮食啊等所有生活必须要自理的，都必须假手于母亲。以我们在公医院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那未来的慢慢复健路才是最大的负担跟所谓的煎熬啊。 是的哈，呃，像我自己呢，也在医院担任过这个护理人员哈，看过很多的人因为一些意外事故导致身体的残障哈，那或者是呃变成植物人，那许多的病人以及家属呢，因此呢会有一些意志消沉，甚至于呢会想不开，心中有很多的怨有恨，那么家庭的经济呢，以及所有的生活作息呢，都产生了很重大的改变，没有调试好的呢比比皆是，导致整个家庭的忧伤。 的这个气氛，呃，在这个很紧张、很很忧伤的这个氛围当中，对啊，富华的妈妈说，她刚开始也是也充满了愤怒啊，始终是难以释怀，因为眼看着远海活泼呃乱跳的一个女孩子，居然变成必须要长期卧床，从此也就变得无法行动，她心中的一种懊恼跟所谓的愤恨，实在是找不到宣泄的管道。那小男孩他带着歉意要来探望的时候，家人二话不说了就要赶人。 父啊，以他刚学会的一个沟通与家人说：“再骂他也不能挽回我的生命，呃，也不能让我好起来啊，原谅他吧，唯有宽恕，这样子才能够在他长大以后心里不会留下阴影。”慈悲的孩子这一番温婉的喊话，让全家人都抱头痛哭，因为心中有爱，他们学会了宽恕，仇恨使自己变得更可悲及更可怕。 那很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复华事实上并没有抹灭他学习的动机。虽然他因为太多的障碍，常被误解为他是智障或是植物人，可是他却勇敢地走出去。他被鼓励过很多人，他把热爱生命，他把他内心的感受化成一句一句的文字，为了和外界沟通。其实哈，他用了五天的时间，把一百二十六组摩斯码全部把它背熟，靠着他位置前的两只触感。 用额头触点，然后拼出文字来，一分钟大概可以拼出十个字。可是让我们感受到他的辛苦，他不怕苦的毅力哦。是的哈，那在这一部的影片当中呢，富华的妈妈她说了哦，原本呢生命中不可能会的一些事情，因为富华呢需要，他就去学习哦，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哈。那么我们呢，呃。 呃，也看到他的妈妈和富华的相处的一些情形哈、哦。那他对待富华的一些方式，比如说他会带他去看夕阳，带他去听音乐会，逛美术馆，就如同跟呃对待正常的孩子一般哦，所以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富华实在不是我们想象中不能言语、不能行动的样子哦，而是呢看起来就是笑容洋溢，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娇羞的一个啊清纯的模样哦。 富华的故事是否给同学们一些感动和鼓励呢？生命瞭望台，我们下一次见。次見好。 我们刚刚两位老师哈跟同学分享的一些真实的故事，那这真实的这一些事件当中哈，告诉我们说，其实人遇到一些挫折，真正是非常大挫折的时候，确实很难走出来。但是如果周遭的人能够协助，我们还是可以克服。所以每一个应该发挥自己的爱心，去包容、去协助、去关怀周遭的人，那我们这样子让我们的生命是光辉灿烂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介绍到这边，各位同学再见。